一根烟头掉落，草皮却烫出一个大洞。男人非常吃惊，并好奇地走了过去。他摸了摸泥土，随后他拿起锄头挖了起来，手感好像不对。他掰开一看，傻眼了，全是橡皮泥。而更离谱的是，这里的房子简直是复制粘贴，连云彩也是出奇的一致。就在几天前，他们驱车来到这个号称林首富的小区看房，路上碰到一个中介接待了他们。在介绍完房子后，这个奇怪的中介却离奇失踪。他们赶紧也驾车离开，可诡异的是，转了半天又回到了原来的九号楼。现在汽车燃油也已经耗尽，没办法，他们只能留宿一晚。好在吃的喝的应有尽有，似乎早就被人精心准备过。第二天，男人爬上了楼房，看着一望无尽的房子，男人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。而现在，唯一能够依赖的只有太阳了。于是他们开始跟随太阳光方向行走。就在太阳下山那霎，终于发现有间房子亮着灯。他们赶紧走去找人，当看到桌上的食物，顿时明白了一切。果然还是九号楼。而在马路上出现一个神秘盒子，打开一看都是生活用品，但放东西的人早已消失不见。男人抱起盒子进入了房间，并点燃纸盒将房子烧了起来。他们再也不想看到九号楼。然而到了早上，路上又多出一个箱子，打开箱子，里面竟是一个婴儿。纸箱上写道：“抚养他才能得到自由。”两人再看向旁边的房子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貌。就这样，他们在这里已经度过了98天，但孩子的生长速度却相当离谱，短短数月已经长成了8岁大，每天模仿两人的动作和说话，一旦饿了就大声的尖叫，真是讨厌至极。吃完饭后，男人照例将垃圾扔到了路边，然后等待新的盒子送来。在抽完烟后，男人惊奇地发现泥土竟然是橡皮泥做的，于是他开始挖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洞也越来越深，而洞下似乎有声音传出，男人更加的卖力，日以继夜地挖。6个月过去了，男孩已经长成了小伙，而男人也终于挖到了一个袋子。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具尸体。男人害怕极了，他爬了上来，但此时的他已经快不行了。女人想找小伙帮忙，没想到小伙回来却扔给他一个袋子，然后将男人的尸体装了起来，并冷漠地扔到了洞里。女人逼头望风。第二天，她下定了狠心。女人拿起锄头砸向小伙，小伙应声倒地。女人继续发疯似的袭击，小伙拼命地向路边爬去。突然，他直接一把掀开了马路牙子，并钻了进去。女人见状，赶紧也跟了过去。地下竟然还藏有另一个房子，她果断爬了进去。而这里也有一个小孩，还有一个哭泣的妇女。正当她疑惑时，她陷入了地板，并掉下了下一层。这层房子里的孩子已经15岁了。紧接着，他又被吸入了下一个房子。在浴室里，他看到了一个自杀的男人。他吓得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走出房间，看到熟悉的场景。没错，他还是在9号楼。此时的女人已经彻底崩溃，而小伙很快把她装进了袋子里，将她扔进了和男人同一个坑里。之后，他向坑重新填平。回到房间，向身高记录抹去，收拾好厨具，摆放好每一个物品，在给汽车加上燃油后，驱车离开了小区。回到了售楼大厅，之前的中介马丁已经老去，他许下了自己的工牌，小伙欣然地带了上去。随后，他麻利地拿出袋子，将马丁的尸体打包后扔进了橱柜。就这样，小伙成了下一任中介接班人，准备接待下一对购房夫妻。